毕业时间不长的一个小伙子，你看他的动作就可以知道，态度非常端正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对待每个病人都非常的好。职业操守必须要求我们这么做，这个小伙子比较皎洁，然后就跳上去了。当时是病人的心跳就恢复了，因为这个心率复苏越早开始，他成功的几率越高。所以说在转运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必须安阳。他说他做了自己分内的工作，没想到大家这么关注这个事，他委托我了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我们的救治工作。